约翰福音，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，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，就是住在神里面。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是的，耶稣，你爱我们的心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相信。更深进入你的爱中，吸引我们更多的来贴近你，寻求你。你说寻找的就必寻见，我们若亲近你，就来亲近我们。耶稣，我们信，只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再就使我们的心再次敞开，向你献上一首敬拜。牵引我心，耶稣，你要更多来牵引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全人全心要被你来牵引。沉醉在你爱中，我自
沉醉在你爱中，我只想深深地爱你，哦，主，渴望沉醉你爱中。森林，你亲自来牵引我们，使我们的心向你说话，使我们的灵与你翩然起舞。更深地带我们进入爱中，你的同在中，一切器官都来向你敏锐，带我们进入更深之处。
Thank you.
圣灵持续引领我们到深处，这爱的深处。是有一直的涌流，除去我们一切属灵上的疾病，我们的眼瞎，我们的耳聋。身上一切的残疾都要带进这一直的涌流里，
谢圣灵，谢谢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。持续让我们就在这一直的暖流里面引领我们，使我们一切的麻木、一切的停滞、一切的刚硬，都带到你的面前。恢复我们常常住在你的爱里，就如同门徒与耶稣在世上的三年半，耶稣去哪里，门徒都跟到哪里。是可以跟耶稣如此的亲近，可以与耶稣一同坐席，躺在耶稣的怀中，听着耶稣的教导，是可以与耶稣一同面对面，谢谢圣灵。持续将你的同在、你的能力释放在我们当中，不是因着聚会的暂停就停止了你的工作，常常让我们的心可以被你引领，对你是有感觉，是敏锐的。今天等候神就停在这里，愿圣灵持续在我们与我们同在，聆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